2024美国茶饮市场一波新红利，又将诞生一波新赋能。2023年国内茶饮规模2900亿，预计到2025年达到3700亿。爆火的喜茶 COCO 出海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据彭博社的报道呢，未来十年美国的奶茶市场将突破22亿美元的市场空间，并且在全球区域增长最快。此时加入正是时机。如果没有系统的茶饮原料的供应，也没有完善的客户体系，也不懂如何做一些转换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这边将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。优吾国际全球茶饮创业服务商，从事茶饮行业已经16年，国内设计生产规模约30个亿，从去年开始探索全球茶饮市场，以进出口贸易的形式呢，在本地运作，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800多万的销售额，已帮助超过200个国家的客户解决了茶饮原料的问题，比如茶叶、糖浆、珍珠、果汁、果酱、辅料、爆爆珠等产品具备完备的 FDA 证书、ISO 证书、HACCP 证书等，具有欧美出口资质、松金包税、送货上门等。除此之外，优吾国际还提供品牌授权，建立本地仓合作模式、流量支持、品牌孵化、成立合资公司等深度服务。现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，让我们帮助你做当地最大的茶饮供应商以及品牌商，成为我们的代理商，手把手教你建立完善的商业模型，从流量转化、交付到留存等整套的商业模式的闭环。客户没有，我们给你；转化不会，我们教你；交付不强，我们来见。欢迎有想法、有贸易经验的海外人士联系我们，取得代理合作的详细流程以及产品清单。